今天是最后一天待济州，等等要飞釜山哦。济州机场完成了所有的 check in 的手续，建议大家还是提早来办理，因为行李会在额外确认有没有放行动电源啊，或者是其他违禁品的一些相关的检查，所以需要在 check in 柜台稍微等一下。我们刚刚已经等待完，也确认完我们的行李，那现在呢，我们就是要慢慢的走进去，要去搭飞机前往釜山哦。点完餐之后呢，就会拿到小白单，小白单上面呢会有你的号码，然后你的号码呢会在上面闪灯出口，我们再等一号就可以吃哦。啊，来了来了，是热面跟豆皮，然后很清淡的汤，跟一片猪排跟寿司，黄瓜呢是可以自己拿的，免费续，好吃饭哦。就是我们房间长的样子，玄关。那我们休息一下之后，就要开始去附近逛逛喽。
청사포, 청사포 정거장입니다. 生活，我们下次见。